习主席你好，我叫贺全贵，今年41岁，出生在山南的一个大山里，从小家里很穷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我也没上几年学，就回家帮大人种地。直到我20岁那年，刚好国家 改革开放，让农民有饭吃，奔小康。我也有一个梦想，想让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，所以我就跟着老乡们一起去了河南境矿上打工，到了那山上，工人全部住的阴暗潮湿的洞子里面。 整天不见阳光，也没有人给我们讲安全防范的措施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保护自己，一干就是10年。后来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心慌气短，去医院一查，就是细肺二期。 医生告诉我们，这种病没有好办法治疗，只有离开环境，好好保养，和正常人一样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后来我们就跑遍了全国各地大医院，去看病、吃药。 后来没钱治病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去找过矿山老板，可他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在他那里打过工。又被迫无奈的情况下，我们又问亲朋好友借钱，向信用社贷款。我想国家一定有好办法治疗的，我们活着就是希望。可一年年过去。 忍受着一天一天的呼吸的渐痛，病情越过越严重。后来经常在医院里住院，现在是一点不能行动，24个小时靠氧气维持生命。我们在医院里也看到国家的正式矿工，他们每个月有工资。 他们可以在医院里享受好的治疗，他们都活到60-70岁，可我们这里的得了病的朋友们，都最多3-5年，都没钱去治疗，家庭生活不下去，都选择了放弃，有的自杀。 家庭都留下了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孩子，破碎的一个家庭，让人是多么心疼。我们也暗暗地掉下了多少眼泪。我好害怕我们家有一天也会这样。可我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，我很爱我家，我家庭都对我特别好，家人不离不弃地照顾我。 我家有一个笔记本，抽屉有个笔记本，每时期一位朋友，我都做有记录。这几年越记越多，真让人好害怕呀！我希望习主席。 你是爱民如子，我们也是中国的子民，我们也相信国家照顾我们，救救我们的子女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谢谢。